你就这么不甘愿哦？我看你一直撸一直撸，亲像粘着什么了什么的同款。无啦，我只是感觉有残胶，感觉黏黏。黏黏的安尼拄好啊，就表示我甲你黏条条啊。还是讲，摊拄啊伫阿妈面头前，你得应付啊。无啦，哪有？安尼哦，就是你淡薄失望啊。这个求婚哪会这么凊彩啊？别说古早时阵冲喜同款，对不？我才无你这么幼稚。这不一定哦。毕竟哦，查某囡仔就是喜欢什么浪漫啊、仪式感啊。虽然讲你替我乖乖出气啊，嘛先过头巾啊。啊，不过我知影你心内伫咧想。这查甫人哦，是安怎拢无主动表示？上好是灯光美、气氛佳，啊，不过结果嘞，一点个情调拢无，让人失望，对不？对啦对啦，你讲的拢对。既然知影讲，你一直讲一直讲，根本就是超过要惹我生气，无想要插你啊。哎，你若是让你离开，那我准备的是不要相看。讲过，要带伊去花园会，我无放袂记。就是耶，原来情报局看到宴会，就伫家己面头前是这种感觉，比我想的搁较大，搁较水，真正就是耶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你也真少看花园会父母跑。这手指是我特别为你选的，有介意无？第一届我跟你签契约的时阵，是为着要安慰时段是假婚姻；第二届你跟我签新的契约，是为着要鼓励细节化。人讲无三不成类，这届我是真心真意要跟你求婚。当时爱着你的，我唔知影。我干阿知影，我即马逐天头壳内底想的拢是你。我爱你，我准备要爱你一世人，不离你身躯边。宋丹青小姐，你敢愿意嫁给我？我照顾你，疼惜你。Bye-bye.
拍谁啊？拍谁啊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过去哦，继续，继续。老婆，老婆，进来。子彤，你在直播？没当直播啦。放心啦，这只是影片尔，阿妈袂用得来，总是爱翕落来互伊看。爸，你是我咧讲你呢，你这 timing 哦，也够有够歹啊。啊，我都想过欢喜啊，啊无恁，搁报警啦，报警。好，乖啦，去我你拍歹去啊。我知啦，你是惊哦，等阵来拍死对无？不要紧。你输得好，倒倒我瞧。阿伯，阿哥叫阿伯，为什么开始爱叫爸爸？爸爸。单亲子孙，恭喜你！我还是一句的，我永远拢是你后头厝。林子孙，你是千万袂当欺负单亲哦。这是当然。单亲比我性命更加重要。哎，哈林，你弄招来家，哪内像照顾阿妈？放心啦，有看护。各位也是认为哦，求婚要较正式嘞，而且阿妈若是知影你有一个浪漫的求婚，一定嘛就欢喜的呀。这个影片哦，那阿妈会当看，你嘛会当无限回味。林子彤，这影片哦，爱去传给我。OK， 爸，你卖过来啊！你卖给单亲妹听啊，爸，买，阿哥我，阿哥我，啊，哇，你是惊你是，哎呦，你也欢喜啥啦，爸？老虎林终生是真心啊，单亲和子孙，买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看到樱花花意，我说一点仔拢欢喜袂起来。是不是够听唔到啊啦？凯龙，该两个抓去高阳队长。克贝，我唔是条规要安尼做的啦，我安尼做嘛是有苦衷的啊。哇，火山爆发哎！海贼佬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把你吓惊到啊！惊是无惊到啦，我只是感觉足奇怪的，大家拢为着阮哥啊，搁有嫂啊在欢，我是讲大家哦，拢为着林子深求婚成功在欢喜，啊，着你笑到上歹看，你唔若破坏气氛，搁无讲一声就先走啊！你心情不好、哦？我哪有啊？我比什么人都希望单亲会当幸福，我根本就不是因为这。我知呀，你规头壳拢在咧烦恼你小弟小妹对不？你哪会知呀？这是阮家的代志啊，你莫管这尔多。那呢？想做阮家的代志，你得这尔要紧啊？我甲单亲互绑走的时阵，你嘛是对阮家的人，安尼表示嘛要甲阮叫出来啊？因为你甲单亲拢是我上要紧的人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经过这尼啊多代志，你甲单亲，甲我已经是有革命情感的好朋友。嘛是好姊妹啊，所以我唔才会走来关心你。啊，是讲你嫌我假薄，你想要一个人冷静一下，沉淀心情。我真正要走、哦，你真正袂留我、哦？我真难得要做你的垃圾桶呢。我给你三秒钟，三、二。零点九，
0.8 0.7 0.1，我当然去帮你留下来。只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。好啊，那安尼你讲我听。我真正不知道要怎么说，是头个见笑。豆豆啊来，我还一直在这，别走去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认为我是一个真好的大兄。我真了解我的小弟小妹，不过经过今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点仔拢无了解伊。虽然我唔知影代志的经过。啊，不过听起来，敢那是足严重的。啊，不过就算你搁较烦恼，你也是无法度代替因过因的人生啊。就亲像是阮妈，伊做这样尼一离谱的歹代志，就算我搁较烦恼，搁较艰苦，我嘛无在条主动啊。后来我想通啊，我无法度替伊过日子，因为那是伊的人生啊。现在总算了解了，当初你面对你妈那种心情，我可能希望我的弟弟妹妹能赶紧回头。我怎会感觉伊知影我其实是伫咧假失忆，伊煞伫咧配合我？Hello， 你是土姑？那我。我今仔日哦，唔知是我有精神嘞。看来真正是忝啊！好啦，你若是忝啊，跟两个约会。啊！我想到一个哦，转换心情的方法，这个好康我一定要报给你知。原本我是想讲过两天啊，等代志拢过去啊，我再招你陪我做伙去。到底有什么好康啊？我你真想要去。今年的7月22号、23号，台南将军吼音乐节，那免费入场，个人爽能刚好拢有精彩烟火秀哦。我看看，我真是的呢，那是去参加过咱现场抽将军吼限量 NFT， 啊，你到时阵就会当听音乐、吃海鲜、逛市集、看夕阳。真正足好康的呢，只要你俩真正想要去，我一定舍命陪君子。讲困就困，你真正有够厉害呢，困嘛困得好死。